再关于到易传媒的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以及前集团的前行政前总监黄伟强，因为违反了香港科技园的租约，容许黎智英有关的公司使用苹果大楼，而经过香港法院的审讯之后，被判定两项的欺诈罪成立。黎智英被判5年9个月。来综合香港媒体报道说了，黎智英跟黄伟强被指控在1998年到2020年之间隐瞒香港科技园公司没有按照租约的协议使用。 该处所意图诈骗，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因此获利，让科技园是蒙受损失，而黎智英因此呢被判了5年9个月，罚款200万港币，同时被取消担任公司管理层资格8年。 国际要完成这则关心到，南韩第一夫人金建熙美丽气质，有目共睹。但是最近她被发现有一件很失礼的事情，南总统尹锡悦邀请越南国家主席婉春福前往青瓦台进行春训，事后南韩总统办公室对外公开照片，可以看到金建熙竟然穿着粉红色的拖鞋，还翘着脚跟婉春福对谈。在野党批评说金建熙的翘脚外交非常的失礼，金建熙一张照片引发南韩政坛议论纷纷。